别的大货车司机手里提两件换洗衣服，你是各种设备，你把你弄得跟个新闻工作者一样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卡夫。还有谁？做核酸。好，今天人不多。短信，就是来的时候带好口罩，带好采样盘。这一次去也很重情的啊，一户来一户人，哪没有人都我不去。昨天到家3点钟，你这太累了，回家了还有这么多，继续。干活儿，5:40一看，过起来快了。你马上换，把饭混的一吃就要又跑了。看你说的，我不也基本上弄得差不多了，我才跑啊。好嘞，那快加油干！我好多活，真的。终于差不多了，还有这一包，还有点裤子。拖个地，就干活去喽。中午饭，青椒茶干，水蒸蛋，重点是这个猪蹄，开吃喽。别的大货车司机手里提两件换洗衣服，你是各种设备，你把你弄得跟个新闻工作者一样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卡夫。没有了吧？好，拜拜。1点钟了。这一趟回来干了不少事情啊，房子里面的马桶、补发的金柜都装好了，然后小车也验了，陪老婆去拿货，今天货也理得差不多了，完美，啊，互不耽搁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